Good evening, everyone. The highlights of the news this Thursday. Traffic accidents. Beaver County man being held for murder. More labor. 我到日本了。我想要穿粉红色的呢。箱根坐海盗船当中，然后其实我之前直播一直有人问我说，芊芊你会去坐海盗船吗？我就说应该不会吧，因为我这次的行程没有安排游乐园，是不是？原来这就是海盗船啊，因为行程不是我排的，所以我什么都我不知道。晚上有去跑过，但因为我是半夜。